其实贝壳起也可以啊，最好不要。异能是哪些状态可以玩五异能？贪，我不知道贪食可不可以啊？哇！啊！我们可以上四保镖、哦。罪恶。现在好像柯加斯又可以玩了，嗯，不过怎么讲啊？就无异能可不可以玩？一般比较大的问题是你不会想要同时上真的五个原先就是异能的人，所以你会想要有一些转异能，然后才会考虑要玩。感觉已经没了，对不对？已经没了。
黑书哦。动物科科，反正就是你需要的。现在最常玩异能应该是毒狗，毒狗异能吧？不知道还有谁会很常玩异能。Oh no！ 哦，赞。我觉得现在超那个罪恶超强哎，还是要有黑书。黑书应该还是最想拿装，不然就是这个哦。升级再上个月。没有约。早安，牛哥。嗯，这样好了。可是也没有差太多、哦。希望会赢，好像没有赢 ，QQ。我们接下来应该是要上这个吧，完全没有那个、欸，我们可以再调到。不知道不要，就是剩两瓶装就好。哇哦！
Metal is harder than flesh. Charmed, I'm sure.哇！又中日轮一次，我刚刚装备是会日轮百位。所以等一下升级，哦、我们其实也可以这里升。等一下升级，我们可以上。这两个，然后把匿名换下来。我为人人，刺客之心，或是我为人人哦、啊，我的一个塔龙。啊，我想选我为人人哦。刺客之心也不错，刺客之心可以让我们很容易死吃。是刺客之心啊。然后我们就升级上塔龙。这样他应该就不用留了。我的刺客都一等而已啦冰心哦，这也是那个哦，不，他一转我可能要升天哦，没转到你要拿大剑或是拳头？国外也是有 7-Eleven 的可能没有那么多啦、啊、国外其实也有，有可能是亚洲人啦、啊、嗯，其实还蛮想骰的哦、喔，我现在其实可以无罪了齁。我下这个了。机器人好强呢。
哦，谢叔。有可能会玩七座哟。但要做萨克山，萨克阵亡。哇，九他八的。所以萨科一样是要做，萨科其实会用那个瑞兰飓风剑呢。我们先等一下吧，我看一下百威。OK。我们拿贝壳哦。哦，没有贝壳 ，fuck。嗯，没有
贝壳哦，你就拿大剑咯，大不了就是死神之刃吗？蛮有可能已经是一件死神之刃了。I never compromise. Time to start some trouble. Straight from above all.还是等一下啊，这边有装啊，或者没有连胜。哦天哦！草寒，time to start some trouble. Metal is harder than flesh. 所以这个是，如果阿卡丽来的话，我们可以上阿卡丽，然后把这个下掉换他。哦，这样其实巨鲨也蛮有吸引力的。哇，他没开到炸。应该只有一场啊。我有一把大剑，欧贝壳很赞 ，OK， 这样还行，这样其实还行。贝壳，大剑，大剑，然后应该是席科跟这个。OK。真的、啊、哇，差一点，大爆炸、啊！我拼了一个嗜血出来。哦，来了。这样变强有点多，这样变强有点多 ，OK。
start some trouble. 锦衣。Oh my god， 这没死。哦，差一点。OK OK。Don't worry, I am here. 上针呐、啊，哦，哦也行啦，也行啊，真的有可能比较好了。有可能会比这个好，嗯，我们应该要多甩一下了。Don't worry, I am here. 他这不会被我直接抓过来吗？萨克超痛啊！大哥减二，看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。人家笔记哦。没事啦。Yep, glass is half empty. Oh. Here we go. 啊？哇！没事了吗？我看一下哦，来不及了。要出去就完了吗？这把应该值了。两分。所以这边的问题是我要。我要升八哦，好像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哦。
我其实不知道这百位是不是可以更好、我们留这个达瑞斯看有没有机会七罪啊。我们要30升级，所以大概在一轮或两轮升级可以上很多不同的东西，可能最想上的是护法、囚女或塔里克。萨克应该超痛吧？所以这边有八块，我们刚好，我们28块神星，浮皇，就升了吧。可以先上他。或是我可以上他，我还不大想卖憨儿的哦。哇塞的啊！他六条，他八条，他八条，哦，他六条，攻速跟鬼一样，哦天哪、我想要那个东东。这个嘞，这个也还可以，买不起。拼装，是不是该把这个卖了、在前面吗？看在角落，有点烂。应该不会输吧？GG， 前二，哦，没有我们要的。喷喷哦，他是在玩什么 ？AP， 给塔里克。Don't worry, I am here。他有拉拉吗？有，给你拉这个。我们最后一秒再换位，然后他会喷中间。哇！应该要再闪一下呢。哦，我最后一秒没有换位。我们好像吃了，是不是？我应该吃了。他没血。待会。吃鸡。云流阁或机器人的怎么
为什么不是卖匿名啊？然后你说卖，因为匿名其实比较好。除非你有一些额外理由，不然应该都是卖达瑞斯啊。达瑞斯真的很烂，嗯。因为假设你想想看，如果说我们再上一个一个 AP 的话，可以提升整队 AP， 然后你可以提升比如说他的 AP 跟他们的 AP 也都不错。可是假设你留达瑞斯，他就纯粹只会提升两个人的物防而已吧，嗯。所以就是这样比较强，嗯。后面因为这家都是大部分都 AP 输出嘛，然后这家也是 AP 输出，而且主要是护法还会让那个我们的回复量增加嘛，所以非常的厉害。好啦，今天就开到这了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啊，瑞斯多保镖，可是保镖只有影响两个人，不是吗？就是两保镖的，就算会给其他人物防，也没有很有用。嗯，而且瑞斯的技能很烂。嗯，好啦，拜。